菜谱有高有低，必要的有支架、有铁网，蔬菜种类很丰富。我们的菜园呢，大概每一年呢，就从大概五月到九月这个季节能够种植而已，因为在西雅图的天气。那我们这些种植就是比较能适合我们这边的蔬菜。开辟三年的大爱菜园一举多得。那我们菜园是一个示范农场，从泥土做堆肥到种植、采收，然后呢，甚至有时候有机会，我们也帮忙将浇水的动作。那我是初学者，当我在种的时候，看到它从土壤里面冒出来的那种感觉，是非常无法形容的发喜。哦，艾米师姐啊、哦，你好，可以吃吧？对，那个可以泡茶的。哦，好像我家也有那个东西，那个香草，一种香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善念时时生，有缘付出当把握。这个是枸杞。啊、哦，枸杞。再弄一盆，慈悲一下。啊、哦。最主要能够做得起来，就是因为有大家的一起帮忙，一起互相补位、一起把这个工作从育苗把它准备好，把这准备好能够好的卖相，把贴上标签，然后呢在前面做义卖。慈济西雅图支会连续五个周六义卖，除了当季菜苗，还有志工们自制蔬食餐盒和点心，为乌克兰难民募集爱的力量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美国报道。